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孔尼吉娃哦，来本放假一山，下晡三点至四点的时间哦，来安排的是你的歌曲，不散行的快乐。つばき咲く春なのに。大哥，谢谢咱阿美妈妈，谢谢咱林志阿姐，乃江妈妈，谢我们姐熊哥，乃珍珠姐、子晴，把02276的新朋友，谢谢咱玉芝姐，谢谢咱秀芝姐，谢谢咱东方秀兰姐。姐，谢谢那大鸡头，那李珍姐温太太，你知道这小妹姐感恩哦。来啊来啊，爸爸妈妈，大家我大家好。来，大家孔你之王，欢迎收看咱的台湾看天下，我是一三一三亮晶晶的一三。哎，我是今日我满面春风的不同。是的。彩凤姐，谢谢金凤姐啊，金凤姐啊，谢谢小彩啊，这哈温太太感恩哦哈，好。啊，咱好多好朋友，若是要出门的哈，啊，继续甲咱吼看节目。是。啊，咱若唱歌、拍谱啊以外，啊，咱若有任何即个服务需要，一旦卡咱的啊互动专线06-5986-111。5986-111哦。哦，那是有任何即个服务需要呢？是，一旦卡咱的客服专线。是的。嘿，咱的06-5986-0020。啊，5986-0020。是。啊，咱这吼连续假期拢无休假。赶快是 live 的，很屌的，很屌的节目啦哈！所以爸爸妈妈吼，啊，恁啊吼，啊，这个哈，有需要卡卡这两支电话，你家己分好清楚就可以啊。啊，咱头啊，唱歌拍波是5981133哦。咱唱歌的时阵吼，才会有迄个电话，嘿，那不同的。啊，出门来当看咱台语的直播哦，对对对，这直播扫一下就可以哈，哎，手机也得当看，好吧？好。啊，咱吼继续啊，赶紧来进行咱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关心的这几天个空气。哎，好，您出门未出去？看风景哇，这几天就是铁佗啊，看几张啊哈。对呀。哎呀，是在哪里呢？哎，这住高雄呢。哇，那么多人在这里拍。哦，真的哎。哦，还要固定住呢哈。哎，这是台北吗？啊，这是哈新月桥，有没有？新增的新月桥，你看它从这条桥啊，去过新月桥那边，好好好，有没有啊？哦，而且先占位哦，哦，要黄昏的时候，大家来去占位啊，占家去过多好啊，是是是，哦，这个很好玩，哦，所以这台北的新月桥很漂亮，夜景也是吼，足水啊，好，下一站，
哎呀，这吼、哦，哦，伫观音山，你看嘛，做这样、哦哎，真的哎，也是云海呢、哦。观音山这里也可以照到云海，嗯、对对，真的好漂亮，你看啦。哦，所以台湾好耍的所在足多啦，对，即摆个春天百花交开啊，哎、嗯，真正看了你心情就快活，对不对？真的啊。哦，来下一张。哎呦，啊，这咱公馆那边啊，哈，对，啊，这几天哇，人赶快人够多啦。哦哇，这季节限定版嘛，嗯嗯嗯，石门老梅律师吵架嘛，对对对，哇，所以啊，这就是哈啊，这个啊退老哦，啊科老的时阵，是啊，就是日出的时阵翕哦上水，哦，啊无你啊哈啊八老的时阵的海水的看条，看较袂啊水，是是是，哦、所以吼、啊、配合个只非常的拄好，拄、嗯、日出个吼科老哦，下一张，好。所以啊，最高学府不那么贵贵啊，台大啊，满面招雄啊，哦，伫公馆家，哦，好食蜜一堆，哦，啊个台大校园内底百花花齐放，嗯嗯，够啥？领导讲杜鹃，内底毛杜鹃，杜鹃花，啊毛三三，除了再看点，就是这边，哦，一大堆名啦，讲讲不出来。下一张，还有这个彩色的海芋之种诶，彩色的哦。哦，所以校园内底就非常的水，非常嘞。哦、嗯，当然啦，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嘛是足水的。对对对。哦，大家买当拢去遐看一下，哦，真的太漂亮了。是的。好吧，好啊，所以吼、哦，这就是大自然吼、哦，给咱的一个艺术的画面，伫春天上水。啊，来咱人吼、哦嗯，啊，有一挂艺术家头脑足厉害，拢有啊、哦，有一挂艺术的表现的形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对。啊，咱来看一下哈、哦，泥塑专家。泥塑。哦，用迄、那个。这泥巴那有啥物好啊？咱、嗯、看，哎、哦欸，不是哦，是要浸了哦，看完就知啦。好、哦，来，这都行了。Believe it or not, mud is quite the versatile. 哎、欸，真正，落高门也来个单位。哦。伊头先看页面。Can be used for lots of ways, such as building, medicine, and beauty purposes. 哇塞，这，哦，这真太厉害啊！有啊，呢，哦，这行啊，有像哎，哎呦，有像哎，而且伊安尼看看哦，哎，一支冰棒的迄、那个，迄个茶都会当吸啊，呢，种天然的物件呢，对呢，伊安尼看看，哎，有够厉害。这泥雕有够厉害，他怎么把它雕出他的样子哦？而且好像哦，嗯，这有的人，我今天做啥个啊？这有的人的头脑唔知啥呐，好厉害，吃西瓜啊，又个人讲 A 啊。真的有像，而且很厉害。用啊，用刀叉呢啊嘞，用这个叉子呢啊嘞，厉害。奇人。哎呦，阿家喷水啦。可是，哎哎哎哎。哎呀，真的好像哦。有像有像。这，哎。用蛇丝，用蛇丝。哦，内底迄个蛇丝，肯定内底有一支刀啊。这个女生底啊，从哪里写的？你在打棒？哦哦，弹掉了呢。哦，有像哦。哎，这阿妈。你轻下一支哈，哦，渐渐物件拢会使。哦，连那妖魂拢有法度吸出来。对对对。Not only that, but it's also rewarding too. 爸爸妈妈，你想赢哈？变化嘛，看我都。哎呦，像哎。这实在太厉害了。One last lucky passerby to serve as inspiration. 啊，阿公吹气去了哦。有落一气的，看我看下先。哦，伊有哪会吸出来哦？你看。Definitely be convinced. Now, how cool is this? 一样哎，好传神。He even made to give this old man a well-deserved break. 啊，你别冲啊！哎，这菜。
伊咧卖菜啦，嘿，有可能哦。哦，啊，原来有这个天分啦，嘿、哦，所以这伟人啊，天分真正啊，实在太厉害，很厉害，啊，你对不对？嗯，啊，头拄啊，还是泥雕啦，哦，好看袂价值啦，对对。哦，啊，咱来看哦，足济个顶头啊，看用巧克力做一个老虎嘛，对对对。啊，咱今仔做一个别行嘞，哦，做一个兔啊，哦，啊来，哎，价值嘞，咱来看嘛，好。这巧克力、啊，嘿，哦，这卡呢？哦，所以拢是安尼合起来才开始做。哦，好像哦，耶哦。哎，所以异曲同工哦。这嘛算一种安尼吼，雕刻艺术啊。哎，这色素的价值袂？这一只应该好俗哦。这情人节要送的，会真水呢。阿妈细只，哎，这什么？这钱币啊！哎呦，金元宝！新年快乐！哎，哦哦，这七位，好可爱哟、哦！所以哦，这哦哦很厉害，对对对，把它当做一种食材料理，这也是很厉害哦，所以这太棒了，好不好？巧克力啊，下一张，嗯，哦，这布袋，哎、欸，高跟鞋教堂，哎、欸，想不到晚上这么漂亮，对，好够水。我以前还经过是白天，啊，想不到暗时啊，真水啊，哦，哎、欸，看不出来哈、哦。哦，今麦有安尼呢？对、哦，晚上有连假嘛，哈、哦，哦，所以连假哦要去，我来当去看一下。布袋海上，我来讲好食嘛，好，来下一张。啊，搁再来，咱清明节连假哦，啊，第三天啊嘛，啊，预估啦哈，咱的交通量上无差不多哦，118万，哦，啊，这个平日的哈，啊，1.3倍，对，啊，等到即卖吼，慢慢啊，话人吼来南部佚佗，来开始要北返啦，哦，去南部佚佗嘛，要北返，哦，所以往北的吼流量差不多是哈，啊，平均。而且1.5倍、嗯哦，所以北上的哦车会较侪，哦，因为台省拢拼了嘛，这边根本嘛那边拼等于，对对对，哦，大概是安尼，哦，这交通流量，所以这北部的交通流量预估，哦，较会塌的所在，嘿，哦，大概看起来，哦，就是遐啦吼，哎，啊来中部，哦，下一张，嘿，哎，下一张，这中部，哦，中部开台，一路段拢给你下出来，哦，迄些较重的所在，哦，你都是路段哦，车流量越多，哇，这南部，哦，南部开台的所在，有那个写对到对，对到对，嗯，哦，都有写出来，哦，所以吼，咱哦，即几天哦，啊，那是其实啊，搭车这种正常，好不好？哦，开始慢慢有北返的人潮，嗯，啊，来下一张，好，啊来哦，到这个中部哦，江淮二水水之心运动公园。啊，这个、花旗木嘛非常的水，所以对南到北哦，这个花旗木拢咧开啊，哦，这个桃花镇雨树，是、嗯，这个都很漂亮，有没有？也叫做什么泰国樱呐、啊？哦，对对对，对对，下一张，哎、哦，到这个哈、哦、啊，宜兰家哈桃城哦，叫一个外澳家哈拢飞行伞 哦，所以哈、哦，哪要骑的当去骑啦，哦，但是这哈、哦。啊，难免加减啦，危险性是啊无介悬啦，但是那是我是吼放弃啊，我看别人飞就好啊。啊，有人可能想要体验呐，对安尼飞出去的感觉、哦。所以你也去吼、哦、啊外澳加有那人去体验一下，看着太平洋往下跳，好吧？下一张，好，阿、哦、姐、啊、哦，啊是伫这个哈啊。米龙要去六姑这条街哈，啊，老龙溪边啊，有一个天台山。哦，天台山。哦，天台山的一贯的总啊总啊，那个伊算中部的款吧。哦，内底非常的水，哎，内底有一个湖啊，湖啊，天台山的环湖的哈花旗木拢开啊。哦。下一张。是是。哦，都蛮漂亮。一家水啊。可以去看。啊，而且伊内底建筑物够水。哦。哦。啊，这吼爸爸妈妈有闲啦哈，啊，到这个啊啊米龙街要往六姑哈，啊，路上有一条吼啊往这个天台山的，会当去佚佗。是是是。啊，那是南华宝光圣堂也是一贯道，也是满开的花旗木。哎、欸，这是花旗木，对对对对，昆南啊县。我这边等你开，哦，爸爸妈妈看一下啊，来下一张。
搁再来自爆啦，伫婚礼的树偶家哈，啊，有一个苏林的花园，哦，也是蛮漂亮，嘿嘿嘿，竟然还有放这个长颈鹿家，哦，所以春暖花开，婚礼的树偶啦哈，啊，也有这个，也是蛮漂亮的，好不好？哎，这是真正哦。现在大家就是不一样的花都在开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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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啊，所以就这个春天的花哦，哦，就是这样啊，水来下一张万紫千红啦，三门水口哦，这个这两天有热，尤其前天热较大，嗯，啊热较大哦，差不多降雨11.8毫米啊，这是哈，这三个半月来热上这一天，哦，但是伊嘛是春，哦啊这个10几%尔，哦也是11%左右而已。哦，所以今晚给你欠水。是的。哦，啊，咱哦天气未来安那，好，咱继续看哈。来，下一张高雄咧。哇哇，因为高雄爱用水嘛。陈清湖啦。哦，所以大鼻有陈清湖哈。哇。毕竟近景百年大旱哦，更加哈严苛。没水了。所以哈，伊搁爱放水哦，民生用，所以水有那下降。哦，来下一张。所以呢，这个气象局跟你讲哦。哦，讲最近吼，即个啊，连假大部分拢是晴较好天啦。对对。日时啊，高温拢会到30度，很热、哦，所以白天很热、嗯，一直到呢四月初六，哦，咱拜四哈，拜四哦拜四开始方面的通过哦，南北季风的增强、哦，北部依然呢，规天的温度呢降到剩17度到20度、哦，是。哦，所以呢啊，四月初六哦天气有大变化，要注意哦哈、哦嗯。下一张。哦，今天我阁看下清楚啊。哦，好，有没有看到？今天一二三，对对对，哦，拢无啥好啊。嘿，哦，拢无啥好。哦啊，四五六会热呢。四五六都要得病。对。哦，啊来的礼拜，哦，它阁慢慢啊回温。回温、嗯。哦，所以这礼拜诶，这天气哈、哦，大概就是安尼。还 OK 啦，嘿、哦。哦，所以等等吼，恁佚佗到一个吧，哦，因为一二三天气阁真好。对对对。哦，有没有看到？诶、欸，这好，爸爸妈妈啊，了解者。讲到天气，咱来看一个啊意象，哦，迄风咧吹吼，涂骹嘛会叮当，嗯，哦，啊，咱来看卖，好不好？哦，咱风吹涂骹会叮当，来。诶、欸，为什么？啊，树啊，阁会安尼，阁会想说张嘴呼吸。啊，是迄、那、迄个土迄、那个，嗯，可以安尼啊，对啊。下骹有空量要走出来，哎、欸，真正呢？啊，因顶头风上大，风上强啊，所以吼、哦，伊根板无够在，什么的安尼？对对对，啊，千斤啊！伊个是甲头壳右转，啊，唔过这嘛就去，这是意大利，欸、这是呼吸的地面，对呢。那吹死穴，海浪在码头下形成气穴，哦，将时装往上推。摇卡的迄个，啊，哦，是安尼。哦，所以哦，这几个啊，这个奇奇怪怪啦。对对对对对。讲了这吼，那风吹的动，咱人呢要健康，要活嘛爱安啦，动啊，爱动，对，运动啊，啊，所以咱来看哦，安那动哦，是安那爱动。哦，来那跨界哦。最近新闻经常报道老人跌倒的新闻。哎，国雄84岁、72岁的叶启天也跌倒重摔了。前几天，尹总裁演梁的国师陈元龙，嘉义人32年次，在约4个月前跌倒后养成植物人。前几天先逝了，影响南山集团，差点金融风暴。难道人老了就一定会常跌倒吗？合力安博士曾说的向上适应，看向下适应。这对专有名词就颇具深意了。随着年纪增长，一般老年人都会过越来越省力的生活，嗯、例如发早安问候图、弄孙或公园散步，变成老人家的标志。殊不知，就是因为越来越不刺激肌肉，了我们的肌力和肌肉量就更会快速流失、嗯，然后我们就会本能的过着越来越轻松、舒服、便利的生活。平时就看看电视、聊聊天，顶多偶尔出门散散步，就算有运动了，我们的肌肉群。在这样清省的生活习惯之下，就会向下适应，变得越来越没力，肌肉也越来越萎缩，最终肌少症上升，跌倒就变成常态了。虽然还可以做点家事，但肌力其实已经退化到不及格边缘，稍微一个临时的重心不稳，有些肌肉就没有足够力气把身体拉回来，于是就会摔倒。人老了之后，
肌肉就会一直向下适应，到常常摔倒，这难道是必然的现象？不是的，我们的肌肉随时都在适应环境，你给它足够的刺激，它就向上适应，反之它就向下适应，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残酷的事实。可喜的是，只要你认清这个规律，然后做大重量训练，你的肌肉就会开始向上适应。荷兰自从在社区运动中心配置物理治疗师和运动教练，免费给社区老人训练之后，整个城市的老人生活技能大幅提升，医疗开销也大幅下降。拿着四只脚助行器的老人，经过训练可以翻跟斗。哎呦，你说神不神奇？其实一点也不神奇，只是要让老人向上适应罢了。所以年轻人有本钱可以不运动，但老人家如果不运动，就无法保持健康。也就是说，越老越需要运动，必须要在有概念的教练或治疗师规律的训练之下，逐步恢复以及提升肌力关节活动度、手眼协调。再说一次，越老越需要运动，越老越需要运动，好吃懒做的天性逆转向下适应的趋势，才能永保健康，享有高品质的生活。对的，哦，这样有看到，因为你肌肉呢长时间没动，它就萎缩嘛，它就没力了。像你坐在那里像手啦，也是加减的那种，也可以自己按摩，脚步也可以在那边捏脚背扛来，捏脚背扛来，都可以。对，手部运动来看一下哈，个人呢跳手舞，咱顶头看是手舞，好几个人做会跳嘛。对啊。啊，一个人看变出什么棒？咱来看卖好不好？手舞哦，个人的手舞，好不好？哦，来看一下。好好好。有吗，老师？有，等一下。好 ，OK。好。好。哎呦，伊个镜头好奇怪啊！刚才几只什么脚啊？而且好细长哦，他的手。行卡做会呢，手脚并用啊，厉害哦！你看他就很柔软。哦。哎呦。哈哈哈，还蛮厉害的，嘿，哦，哎，好酷哦，哎呦，各种图形它都可以弄出来，手脚并用，天哪，你看，你也练卡呢，练卡会使，你的手脚在用的时候。因为你的神经要传导，要做什么动作，所以头壳也袂失地，啊，脚手也蛮有活动的。哦，迄人够厉害呢。所以你家己会当去变化嘛？对。哦，啊，不过脚爱细细的，蛮该跳起来，家己暖和。不是，你跳起来丢筋呐，因为脚无够嫩哦。哦，对对，啊，你要慢慢来，慢一棍头的小妹。手脚要运动一下。这个不错哦，要活就要动嘛，对不对？好。技能啊，今天都有时间来，对啊，哦，咱都要讲到手脚要运动哦，他要是手，对，脚上要动的，就是世界的足球运动员嘛，脚爱个走爱个弹，用脚来弹，而且爱踏个足准嘛，对，哦，对不对？好啊，所以咱来看世界的十大足球哈，啊，这个明星，好吧，看他们到底多厉害，而且赚偌济钱啊，那个是厉害啊，那来看一下好不好？来，好，老师请，来。你知道在当今足坛，这梅西嘛，大家在吗？哈，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被称为足坛第一射手的 C 罗，或者是新一代足球巨星姆巴佩，但他们都还不是最强的。接下来就带大家一一盘点当今足坛最强的十位足球运动员。第十，莱万多夫斯基，他不但是一位波兰职业足球运动员，亦是波兰国家队队长，场上司职前锋，现效力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对于前锋而言，拿下最佳射手无疑是最大的肯定之一。然而，莱万在16年的职业生涯中，一共拿下了20个最佳射手，收获了10个德甲冠军。更是7度斩获德甲金靴，并在2020年连续2年荣膺世界足球先生，其中在2019年到20赛季还帮助拜仁成为三冠王。如今34岁的莱万仍然保持足球顶尖的竞技水平，巴萨更是花费了5000万欧引入这位超级射手，意图让莱万带领巴萨再创辉煌。第九，安德雷斯·伊涅斯塔，他是毋庸置疑的西班牙历史最佳球员，同时也是世界足球界里的顶级球星之一。作为超级顶级的中场球员，可以说放眼整个足坛历史，能跟他同类型比他强的球员屈指可
可数。在足球生涯中，他获得的荣誉大包大揽，夺得过4次欧洲杯冠军和9次西甲联赛冠军，实现了国家队大赛3连冠，并且当选2011-12赛季欧足联欧洲最佳球员，是足坛团队大满贯得主之一。尽管没能拿到过金球奖，但法国足球杂志官方曾发文表示，他们欠佐涅斯塔一座金球奖，这个地位可以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第八，穆罕默德·萨拉赫，他是埃及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边锋，现效力于英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他出道之时被誉为埃及梅西，而他也被称为最有希望打破梅罗时代的球员之一。在前场上，他可以说是几乎无所不能，既能帮助队友得分，又能单枪匹马的攻城拔寨。在职业生涯中，他拿到过英超、欧冠、世俱杯等诸多冠军，2次非洲足球先生和3次英超金靴，并保持着英超单赛季进球最多等多项骄人的记录。如今30岁年纪的他，仍在创造奇迹。第七，哈里凯恩，他不但是英格兰足球运动员，同时也是英格兰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队长，司职前锋，现效力于英超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在其职业生涯中，凭借着技术全面、射术精准的特点，不仅多次被评为英超年度进球最多球员、2017年度五大联赛射手王，同时也是21世纪以来首位英格兰本土金靴奖得主。毋庸置疑，哈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射手。第六，凯文·德布劳内，他是比利时足球运动员，现效力于英超曼城。德布劳内作为曼城和比利时队的双料核心，现如今已是年纪31岁的老将了，但他仍是一名不可思议的世界级中场指挥官。他具有视野开阔、传球精准的特点。在职业生涯中，他共赢得过3次英超助攻王，单赛季24次助攻，一共送出过232次助攻，与阿森纳传奇射手并列英超助攻纪录第一名，并且曾随队荣获4次英超冠军，以及连续2年荣膺英超 PFA 赛季最佳球员，称他为现役足坛第一中场也毫不为过。第五，卢卡莫德里奇，他是克罗地亚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场，现效力于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人送外号摩迪。莫德里奇是这个时代的超级中场大师，他代表克罗地亚征战过3届世界杯以及4届欧洲杯，并且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还带领克罗地亚队夺得世界杯亚军，创造了队史世界杯最好战绩。此外，他获得过1届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1届世界杯金球奖，以及2届欧洲足联最佳中场和3届西班牙甲级联赛冠军。如今已经36岁的他依旧宝刀未老，仍然是皇马的中坚力量，不得不让人佩服。第四，姆巴佩，虽然姆巴佩是新一代足球新星，但他拥有超高的足球天赋，刚出道就能和梅西等一些巨星与之匹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夺得过5个法甲联赛冠军、1届世界杯冠军和个人荣膺世界杯最佳新秀奖，并且入选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阵容。同时，他也是当今足坛薪资最高的球员，年收入高达9.24亿元，让世界上99%的人羡慕无比。由此，姆巴佩也是成为继贝利之后达成这一成就的最年轻球员，而他也被称为是最有潜力成为下一代的未来巨星。第三，内马尔，作为巴西新一代领军人物，内马尔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球星之一。他以其爆发性的速度、运球能力和射门准确性而闻名，并且因独特的巴西式足球风格被称为当代花式足球鼻祖。同时，他也是继球王贝利之后桑托斯出产的又一位年少成名的天才球员。在19岁和20岁时，内马尔就获得了2011年和2012年年度南美足球先生。之后，在21岁登上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称为新时代的贝克汉姆，并且在2013年获得联合会杯金球奖。2016年又帮助巴西队夺得奥运男足冠军，可以说现如今是仅次于 C 罗和梅西的足坛第三人。第二，罗纳尔多，简称 C 罗，相信大家对 C 罗应该非常熟悉了。他是如今足坛中极具影响力的一员，其古老的性格和出众的球技让全世界无数球迷为之疯狂。而 C 罗的实力自然更是不用多说，在他职业生涯中曾获得过第一届欧洲国家联赛冠军、1届欧洲足球锦标赛冠军、5次金球奖、4次欧洲金靴奖和5次世界足球先生等奖项，而且他和梅西都拿过金球先生，并称为梅罗时代。此外 ，C 罗也是世界上拥有粉丝数量最多的人。据统计，他所拥有的粉丝数量加起来超过5亿。哦，5亿呢？粉丝5亿呢？啊，敢那一个人无报到啊？你看来吧。就是梅西啊，梅西这第一了，就不用对对，就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了，对吧？最后大家看起来，下一张是是。好，阿兰，这个今天也唔够晚，再天气非常的好了哈。啊，北部19度到22度、23度安尼。啊，南部吼，高雄24、27。嗯。伫屏东吼参加这个吼台湾季的21、27。伫台东参加这个吼东浪的。对。哦，这逐天吼要人车。一定啊，可以啊，欢喜个天气够好，对啊，哇，太棒，很嗨啦，对，好，下一张是
啊，这是即个咱哦，蔡门总统哦，诶，即摆吼出国访问嘛，啊，即摆伫即个各位过境美国，等来先嘛，各过境美国，要伫洛杉矶哈，啊，甲即个哈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见面，哦，啊，他会演讲啊，来下一张，是，哦，佮再来哦，韩国哦，即仁川乐天电影院大火，天哪，哦，即韩国，嗯，我来看见，来下一张，很严重的感觉，啊，这法国，嗯，啊，法国。哦，法国吼，咱知啊，马克龙伊嘛做少年嘛，啊，伊用的哦，官员也是很年轻。哦，这个哦，美女部长哈，哇，竟然登上他们法国的花花公子，啊，咱在花花公子上面，他是封面女郎。啊，但是哦，我唔知基本来咧，他应该不会脱啦，只是在当封面而已啦。身材就好咧。啊，其实几岁？40岁啊。哦，40岁。他40岁了。是是是，所以法国的美女部长哦登上花花公子啊，这个就厉害了啊。下一张是，咱清明节哈啊，大家还家祭祖嘛，就会讲嘛，我们传统嘛。啊，是安那呢？哦，这个其他的节日拢是国历，清明节哦，啊，其他是农历啦，现在清明节哦是用国历，你知道？因为哈，清明节啊，伊哈是以节气。这期的清明节吼，拢有三日弹性的，所以无一定是对齐。所以吼，清明节伊是用国历，其他什么中秋节、中秋节、春节都是用农历。只有清明节是用哦新哎国历的新历啦。所以啊，清明节叫做活清明。所以啊，三大吼啊，这个吼啊，鬼节的是清明节、中元节跟这个寒食节。哦，只有清明节是用国历啦，这个大概了解一下。是。好，来下一张。这个清明节吃润饼嘛，就是吃润饼嘛。有的人讲，润饼内底加些物件做好食。嘿。叫做啥？豆薯。豆薯啦。嘿。豆薯吼，听非常的赞。是。这咱后边阁有一张会当看。嘿。是安那清明节爱吃润饼。其实吼。东调呢，都立春的食春卷的习惯，嘿，这习俗。传到那闽南，哦，福建、闽南、台湾家，清明节呢，都变作呢，食这个春卷，是安尼啦。是是是。另外嘛，讲是太平天国哦，无祭品啦，甲所有食物呢都耿耿的吼，来祭拜安尼。是是是。有两个公法。一个风俗。哎，都变作今麦来食哈春卷。好，下一张。是。咱这张讲了，就要来哈切瓜哈。不好看下来，咱头讲的这，哦，就是吼，是爱南这个，豆薯，豆薯吼，迄食起来甜甜啊吼，啊水来啊，所以呢，你啊吼，春卷内底南豆薯试看麦，听讲非常的赞，够安尼，还有一个做法啦，对，我那加应用豆薯啦，是是，哦，生哩土下内底水哩，含含钱无共，好，这个爸爸妈妈分享下。好，来继续哦，不然要来安排啊。这个妈妈爱听的歌，默默盼归期啊。听完你要注意看，是啊，我那边的品味人生，好不好？好，来，谢谢。来哦，爸爸妈妈，咱哦看这部哦，跟咱拍拍的转转哈，五九八一三三。心里只有你，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道理，叫我苦苦等待你？谢谢黄杰，谢谢秋兰姐、刚夏丽，谢谢蓝秀梅姐、熊哥，谢谢珍珠妈妈、锦凤阿姨。我的心里只有你。
么我俩要分离？不知何时能再相聚，只有痴痴等待你。不管岁月去，时光逝，我心永不渝。永远爱着你，望穿秋水深几几，默默盼归期。谢谢咱彩金姐，谢谢咱大鸡头啊，谢谢咱的温太太啊，咱小妹姐熊哥，咱的美儿姐，谢谢咱秋兰姐，谢谢黄姐啊，谢谢嘉龙姐，谢谢啊，咱秋兰姐，谢谢啊。啊，那林子啊，这哦，冬瓜帮秀兰姐，感谢你，啊，谢谢，啊，那那好，啊，郑福大哥，谢谢。不管风起起，烟雾迷，我心永不渝，永远永远爱着你，望着窗外。朦胧细雨，默默盼归期。来，谢谢爸爸妈妈，恁的捧阿声。来，所来分享甲一三，要来进攻的，甲恁报好康哦。爸爸妈妈都在这等我呐，今天有看到要注意啦哈，啊，因为好多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是的，是的，哦，所以今天要跟爸爸妈妈讲吼，咱俩出门啊，像我，哦，那是好的咖啡哈，啊，你甲泡一个出去，哦，迄出门哈，有幸福的感觉，啊，佮开车也袂忝，哦，精神佮足好，啊，那是咱吼要去上班，哦，要去读册，泡一个啊，出去嘛足好，而且物件哈，啊。啊，这个对吼，咱人的身体足好。啊，你爱注意看，免啊紧。主要就是讲哦，咖啡豆咱哦，世界有三大种，主要有这两种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但是哦，要选啊，选阿拉比卡，一句话就好啊。是。因为高海拔啦，哦啊，这个物件哦较歹种啦，收成较少啦，啊，啉起来较好啉啦，就安尼你就知啊啦。对。哦，咖啡因佫袂遐悬啦吼。来，啊，所以呢，啉咖啡到底有啥物好处啊？嗯。哦，咱来看一下。是。第一类哦，就是当燃烧咱的脂肪吼，脂肪甲你燃烧。另外就是安怎，你有挂水的，也当甲你去水肿。心情代谢变好。对。另外就是安怎，你的记忆力哦，会当让你记忆力愈来愈好。你头壳挂清醒呢。保持啦，对。啊，莫让咱的安怎脑部退化。莫退化。对对对。你就怕带哦。是。啊，有的人哦，啉咖啡安怎，愈啉愈快乐。真快乐，幸福感。因为伊会当安怎抗忧郁。心情哦，足好。对啊对啊，另外就是伊可以当个那抗氧化哦，人袂叫衰老去啊，袂叫退化去啊，哦，氧化就是老化啦。好，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啊，这个物件吼，好的咖啡吼，啊，啉着吼，让你好困眠。但是好的咖啡这侪种，哎，选对种，我跟你讲，第一种呀，庄园等级。没错。这样就对了。好，现在要选庄园等级，因为你啊，你啉红酒你就知。哦，哎，选对一个产区诶，对一个庄园吼，哦，因种出来吼，这个葡萄也好啦，咖啡也好，所以这拢系庄园等级诶啦。对。安那讲呢？伊对这个吼种植生产的过程啊，伊甲你严格控管。是。因为吼，嘿，你采收爱看天气，你做豆啊，你烘豆啊，嘛爱看温度湿度啊，迄拢做高工诶，所以这含量诶俩。对。所以这个做出来啊，拢有生产履历。讲我这对一间庄园的，吼，就拢个庄园等级的啦，吼啊，所以这才世代传承了啦。所以这种好的物件哦，差不多拢会秒杀。人早知你一间做啊，只吼，早就该拢落定。对啊，对啊。所以今仔日爸爸妈妈你讲，恁有看到哦，你特懂啊，因为咱有那抢到吼一部分，要来回馈咱台湾艺术代。啊，这好无？咱听爸爸妈妈因讲，好吧？来。
金月姐，你好，姐，请讲来。咖啡多些啊。你啉了刚刚。哦，其他做蛋的，啊，我拢去上啊，分享。好，如何些？小萱美女。要选那个庄严等级的，喝咖啡不错啊，可以燃烧脂肪。我每天也都有喝啊。美女姐，我可以做见证，十来岁就喝，现在70多岁，我没有停过一天，但是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有几个朋友哈，他们的那个肝哈，验血都不通过，后来我都买了很好的咖啡送给他们，结果每天喝喝50包以后，3个月以后再去验血，整个都通过了。哦，爸爸妈妈，你看，是，好处很多呢。心情快乐，有风就要爬带去，搁会当呢，对着健康哦，加点侪帮助，迄个唔是咱讲的哦。啊，所以咱其实啉咖啡全世界上流行的，所以不一定你讲泡茶请人客，这嘛会当提来请人客。是的。今卖全世界上，啊，你要哪，爱经常喝的嘛，啊，这做方便。咱若要啉咖啡，像我较早拢家己磨，哦，自己磨啊。现磨的咖啡。啊，搁家己烘，家己磨，足够工的啦。啊，现在无啥时间啦，所以你要想这啊，庄园等级，搁来做挂耳式诶。你是拍开香味的哦，香味已经马上闻到，所以你要啉来啉上这种，好不好？哦，啊，这真简单，挂耳式的你就甲拆开就好了。是是是。哦，啊，这边啊吼两个哦耳朵啊呢，上不管你啥物杯啊拢会使哦，无一定爱啥物杯啊，啊连迄翕凹嘛会使，哦啊你就挂咧安尼得啊，挂咧安尼得，有看咧无？足方便的，哦，咱后电话先接吧，紧啊上呢。哦，你个个用过哈，用落吼，差不多含个咖啡吼，像这12公斤安尼，差不多平坐将甲静置20几秒，甲30秒，啊，然后卡个甲加，哦，甲加吼，你家己输呀，哦，那个120、150、180，甚至吼到200cc， 拢 OK， 啊吼，好个物件吼，因为咱这吼，佫是中烘焙，保留伊个绿原酸的。酸度各会当保留迄个纯度，所以袂叫臭味大味相当，嘛袂相生，所以拄拄啊好，你调整你的水量就可以啊，就是这。来，爸爸妈妈你讲，这啦吼，一克啊，哦，就是580块。对，吼，这我你讲啊，这足俗啊，你在外口新什么克？哦，啊，这什么精品咖啡？这咩？这80，这100几块？对啊。啊，这我来讲。对啊。这好啉无？就好啉。好喝。但这无咱的好啉，咱这专业的，所以这肯的得。真的好喝。哦，我你讲。对。啊，这安尼吼，上会喝。哦，所以爸爸妈妈讲哈，今仔日吼，咱家最后一档啊哈。对，最后一档。爸爸妈妈，你也要买哈？咱讲一克啊，500嘛。对啊。我啊2克啊，偌济？1160。啊，今仔要好少偌济安尼？啊，有1000块免走啦，1000块免吧，够啊够嘛。来，爸爸妈妈连续假期有看到的嘛？卖讲哦，啊，2K 啊，来来，没错，买二送二，是，偌济？990块，没错，要啉上好的。哦，恁开始电话开始会当考，开始考。我咧讲哦，你也要家己吃，要送咧，要登记吃。我咧讲，今仔你要大组的，来。大组的哈，咱就是大组就是买四，买四送四啊嘛，1980嘛，这 CD 啊价啊，这哦就是安尼嘛。但是医生改下落啊，无多啊啦，哦哎哈，卖讲送四啦，来歹听啦，来啊，大组的买四送五1980，冇唔对，来爸爸妈来，0800-0600-0500，买啉上好庄园等级的咖啡。电话赶紧甲卡，无唔对，吼阿姐，来爸妈跟你讲，因为即卖咱啉咖啡实在太流行啊，你看到无？即卖外口大家人手一杯咖啡啦，真的太棒，太纯。你现在啉这咖啡对咱身体真正，真正有够好，还提神。来哦，高雄秀英姐，来秀英姐，哎，文芳，我是做大组的，大组的，恭喜。今天吼买四送五哈，嘿，哦，电话机啊，你电话机啊，感谢你，谢谢。爸爸，你电话机面卡哈，是，啊，这水的吼，咱个加加的吼。爸爸妈妈，恁这做方便，恁家己转去吼，啊，恁娘恁个冲，对，恁个冲，很方便的，而且超合理咩，对，足顺的，哦，而且咱一包一包做方便，挂说，拢会当随时扎吹，放你包包买晒，安尼知吼。很有品味。来，喂，你好，桂凤姐，代发的桂凤姐，你好。我是说我要在一组大组的，你要大组要在一组啦哈，你好像前天有订到哈，对对对，前几天电话拿着哈，谢谢。好，你等我一下。我讲好的物件哈，好，你来敲起来啃，对，因为这物件含量，对，而且物件你起价无，都涨价，起价这咖啡，拢起价，全世界拢起做侪啊，是，所以你有你啉咖啡，你就知啊，对，
大家拢咧起价啊，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啉上好庄园等级的这個，好、哦、啊，小姐，咱也泡好有无？是，哦，摕起来，啊，搁最后弟弟也得当摕起来。对，你免遐俭嘛，搁泡第二杯啦。对，哦，不用啊，你就一杯这样就好了啦。這樣子就好。哦，阿、欸、你爸爸妈妈，你像爸爸妈妈，今麦是不是有诶人客来恁兜找你？你是不是用泡茶好啉？对，你今麦会当甲换咖啡看卖？诶、欸，因为无得较有诶人爱啉咖啡呀、啊。诶、欸欸，而且咖啡喝起来哦，有一种安怎做高级诶感觉有无？哦，享受品味人生，哦，所以就笋，对，哦，而且咱讲过，这庄园等级阿拉比卡品种诶，而且咱是中烘焙，要让爸爸妈妈咧，你刚入门的人，会当啉到吼，这咖啡上顺的。你也有啉咖啡足久的，你来试看卖上好。你水免加济吼，你就能啉出伊的顺。你看你要啉偌济，嘿，你就加偌济。好，来，嘉荣姐你好，来，嘉荣姐。啊、我要一组大组，大组帮、啊、我写不同的数字吗？可以啊，可以寄朋友那边，是不是？寄到朋友那里、啊。好，好，好，你电话帮我拿着。OK， 阿、啊、你电话帮我拿，谢谢哦。謝謝爸爸妈妈，你老要上咧，要上朋友诶，哦，上哦，今日是谁拢会当？好，来，喂，你好，来，苏玉姐你好，苏玉姐。文宏，你搁甲我加一组啊？好，苏姐，你搁一组哈。好，好电话一下。小姐交代一下。好，阿兰姐吼，数量有限啦。是，感谢。爸爸，我你讲哦。来，爸妈妈。你阿妈食过这上好，最后一分钟我你抢哈。是的。庄园等级上好诶，最棒的咖啡，哦、而且喏，你搁唔免家己他妈磨豆啊，咱拢替你磨好啊。你直接甲拍开绿挂式的，你只要水甲冲落就好啊。诶、欸，你有当时啊，啥物杯啊拢会当。对啊，家己去，家己伫厝安尼冲咖啡，安尼家己啉，诶、欸，那个真的是会做享受的代志呢。哦。所以讲，爸爸妈妈来哦，今仔时间剩无济，你今仔有看到诶？文峰甲义山甲你推荐，咱暗时啊就无啊，只最后一档啊。你有看到诶？今仔买细组，咱就是买两 K 啊。送你两 K 啊，990块。你若是要大组的哦，四 K 啊，对不？就是送你五 K 啊，买四送五，买四送五。所以讲，爸爸妈妈，今仔你有想要试看卖庄园等级阿拉比卡的咖啡，真正给你推荐。爸爸妈妈，你捌食过的人，你试看卖。对。好的咖啡会乎你吼，你是有精神，暗时好困眠。来，小组的买二送二，大组的买四送五。空八空六空七五空，来电话听听哦，谢谢。0800750750。1980年、都はるみさんの名曲大阪しくれ、サックスの演奏、これは楽しみです。といえば必ず開けられるヒットソングです。その時代とはどんな時代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どんな恋の物語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エンジェルの演奏です。どうぞ。
听好听个袂跳尖。啊，这首这个萨克斯风叫做这个《Osaka Shigure》，嗯，啊，不错，好，大阪诗好，阿兰这里好，谢谢那小彩姐说很棒，感恩感恩，好吧，啊，谢谢涛哥给咱加油的啊，阿姨太太了，然后咪咪姐哈，好，谢谢感恩哈，张荣姐感谢，感谢罗兰哈，啊，不可能接太低，等会继续来看，嗯，好，哥再来，哦，咱哦，幸好吃百年哦，不要给爸爸妈妈哈，报一种物件，哦，这种物件非常的好。啊，无论是吼啊，中西医拢知影这种物件是宝啦。对。哦啊，到底是好哩对。嗯。哦啊，是安那讲哦，法国的上好啊，因为对这个天然环境嘛，你看法国的物件，哦 ，XO 啦，白兰地啦，对对，拢是底下上赞，好吧？高等级。对啊，所以咱来看一段影片，好，您注意看，好吧？来。枣的营养价值很高，如果把黑枣果实烘干，它的营养还存在吗？你可能认为烘干的黑枣果实营养也被蒸发了，事实恰恰相反，烘干的黑枣果实其实保留了完整的营养素。早在数十年前，日本三级机构研究人员便已经发现黑枣含有极高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进而对黑枣进行许多深入的研究。在蔬果中，黑枣的抗氧化物质就达5770个抗氧单位，远远超越了葡萄、菠菜等蔬果，能有效延缓人体老化、改善肤质、保护细胞、清除自由基、预防癌症等。纯浓缩黑枣精华，万里挑一，被日本宇航机构下特选为太空食品，是太空人也服用来保持魄力和专注力的保健食品。爸爸妈妈，我注意看哦，太空人魄力跟专注力什么意思啊？是体力，强健的体魄啊，那个专注力啊。嗯，我说你就知道，就哦，这哇好，连太空人来讲，但是啊，爱甲浓缩催促出来。对啊，无你变来吃，哦，叫太空人底下播，不可能嘛。你没较紧。个底下用跑的哦，底下颠哦，无时间啊。哦啊，这个乌镇啊，其实是天然的综合的维他命。是。哇，中药呢叫做乌神丹，所以有一句话安那讲呢？哎，一日四黑枣，医生不来找。哦，这样就厉害了。对对对。哦，所以《黄帝内经》哦，毛的讲到，哦，这个赤阿瑞的是哪一气？哦，就是勇冠啦。啊，搏回勇敢，搏心降压。是。哦，安神壮勇啊。嗯。啊，抵虚乐顺。所以这功效非常的厉害啊！搁再来第二代的吼营养分，对啊，伊内底有就是有一挂迄个矿物质，矿物质，嘿，当调节咱的血压、吼血压啦，吼，另外就是叫果胶，吼，会当降咱的胆固醇，好棒，嘿，还会当安怎，搁会当预防咱的结节，哦，哦，结石，你可能唔知啊，很厉害哦。另外就是伊内底哦，搁有一挂膳食纤维，吼，山梨醇，哦，绿原酸加米，哦，吼，好哩，安怎会当解便秘啊？酸呐，白的酸呐，白的酸呐，是。另外就是内底搁有一挂钙质，
钙质哦，钙质哦，乌质内底有钙质哦，袂互你骨质疏松安尼。另外就是他讲的嘛，天然的安怎综合的维他命，对，吼、哦，所以内底就是有维他命会当提升咱的免疫力。哦，拢免惊对人感冒，外口病都一大堆啦，对不对？嗯，好，再来。另外就是伊有铁质。哦，好，所以咱女性朋友来讲，这哦很好，很好，养颜可以当真正赞的啦。嗯，哇，所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啊，这物件哦，真正有够好的好啦。但是现在生物科技的时代啊啦，是哦，你也讲哦，要顶补藏几粒啊，那是可以啦。是，但是你还要正讲哦，食的内底营养分哦，哦，拢爱抽筋浓缩啦，对不对？嗯，啊，所以哦，咱现在头都好你看嘞。啊，这个吼、哦，啊，法国伊对种植、采收、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啊，袂甲你讲伊的技术的浓缩萃取的技术，啥人要浓缩萃取，变做啥？乌质铂金啊，对对对，变乌质铂金，唔只系食到伊的营养分呐、啊，是啊，哦，所以这乌质铂金吼、哦，嗯，你来看，敢那这种、哦。外口的包装盒啊，有够水。这法国啊，法国人真有够厉害。对啊，而且吼，你看做一条一条安尼，嘿，做方便。哦，不过太空人若要吃方便啊，拍开了吃，输了吃落来嘛。对对对对。哦，啊，这偌厉害，来，嗯，哇，来。哦，他有讲点嘛，伊就是爱技术安啊，去甲萃取乌质的精华，所以伊内底哦，这是三倍浓缩的哦。三倍浓缩哦，哦，而且安那浓缩。而且伊一条，这有五条嘛，这五条，伊一条就是其中一条。等于一斤的乌质，一斤的乌质浓缩萃取出来，才一条呢，无唔对。哦，而且伊一条的乌质保证对不？对。伊营养的成分哦，比你食三十粒的米群搁较济。哎，嗯。哦，你去日本拢买这哈利他命，你知有无？米群这足好啊，嘿，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啊呐，哎，这一条哎，等于你去吞三十粒。更加超过，更加超过，也营养比这个更加超过，是，好吧。另外，就是安怎，伊一条比你咧食二十粒的综合维他命更加应用。你拢有食这啦，上善存的，好不好？很好，这很好，咱讲起来这拢做好。对，这做好。但是哦，这保证啊，浓缩萃取好啊。对。哇，一条就超过这二十粒的。是呀。哇，所以你来看。这物件有厉害吗？真的，真的太厉害了。你像像那讲，比这较好，是因为伊是天然的，对啊，哦，天然友善的，对对对，伊毋是化学落去合成的。诶，做这你这米群，为他为加减弄更化学的物件。诶，对啦，嗯，嘿，所以讲伊这样呐，爸爸妈妈，你若食素的。哎，买当食哦！哎呀，对啦，专属诶，更免开价上济吼，开足侪钱呢。对啊，对啊。所以这吼物超所值，物超所值，更俗诶，更免开价哈侪钱啊。啊，你咧食个方便。当然啦，这物件是愈来愈贵啦。嗯。哦，但是吼，绝对比你买这较俗啦。是啦。哎，对啦。没错。所以爸爸妈妈高贵啦，但是吼。高贵不贵。真的啦，但是吼，真的很营养，就很对。对。哦，只有爸爸妈妈您了解者，是，因为这物件吼。这个会当讲吼，啊，法国咱拢知有精品，想要到伊这项学做保证呢，吼，伊这做甲遮尔啊厉害。是啊，啊，所以讲你看法国人因就是安怎享受生活，啊，拢会想一寡吼较方便呢，对对，嘿，方便吃的，啊，佮顾身体、顾健康。对对对，所以爸爸妈妈安尼有清楚了解吼，最好大家参考一下，分享一下。好，那这第四就讲完啦，对对，因为咱即摆吼年会节吼，就是爱啊保健，要保健食品吼，加减吼。啊，保养哦，啊，投资这家己哦，诶，健康的保险。是呀。哦，这啊，平常啊有在保健哈，对对，就不用花钱养医生了，好吧？一日四找，好了，医生不来找。是的。但是这哦，不止四找诶。对对对。一条一斤啊，一条三倍浓缩，嘿，足高。太好了，好，啊，咱来预告一下。对对对。晚上带我看天下，有哪有精彩节目？嘿，六点到八点哦，同款是现场的节目。是哩。嘿，啊，爸爸妈妈来麻烦恁家，咱的客服专线，我会当甲抄下子。好，加加。嘿，有当时啊，若是讲要问花啊、问鸟啊，嘿，恁会当甲卡过来，咱的06-5980020。是哩。嗯。啊，爸爸妈妈就是讲，因为最近啊，因为是年假的关系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恁的会订单小夸，嘿，啊，较麻烦恁多多体谅啊，呢，嘿，感谢恁。嗯，啊，咱下个节啊，头拄啊无甲你接太到的，哦，电话无接到的，嗯，哦，爸爸妈妈哈，叫落线的，啊，无清楚无了解，搁要询问的这，电话你带拢卡了，是哦，接你的电话，对，好不好？来，收看来给您做好不？谢谢。